妈，咱今妈做这白菜肉，敢是爸爱食的啊？原本是啦，啊不过伊今妈无爱食，顶过我煮，搁起有咸嘞。不要紧啦，等下哦，咱就家己食。是讲嘛，唔知影是不是海的口味呢？我有听卢家峰讲过哦，较早我伫印度家做新妇的时阵啊，敢那嘛定定煮这项菜。嘉欣哦，嗯，是你爱食，还是罗家峰爱食？拢不是啦，是讲罗家峰讲，迄是因爸罗在兴爱食的，而且哦，伊嘛有讲哦，讲这白菜肉一定爱掺这叫啥扁鱼哦，安尼较够扎味。啊，伊这白菜肉甲外口卖无同啊。啊，你是讲这扁鱼的味哦？这是香味啊！我之前做的时阵，你唔是甲我讲？都要加扁鱼，造成古早味啊！妈，你先怎啊？啊，无啦，我是想袂到，迄个在兴哦，这么了解做白菜肉的撇步啦。无怪我看你传料这么熟手，啊，原来以前常常煮哦。那有啥物熟手啦？我哦，我常常我过嫌嘞，笨脚笨手。我希望哦，我莫甲你的厨房母甲相关就好啊。朋友，等一下咱食饱，来庙里拜拜。咱甲神明报告讲哦，咱家加一个查某囝，希望神明当保庇你，一切平安顺遂，早日找到弟弟。好啊，大姐妈，是讲妈。我真正足感谢你甲爸，拢这么疼惜我，对我这么好。假使有一天哦，我若真正好运，会当回复记得，只要恁无气嫌，我嘛同款会是恁的查某囝。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代志，你永远拢是我甲恁爸的宝贝查某囝。咱一家伙啊，永远拢袂分开。多谢妈，我真正感觉足幸福的。宋婉，景佑，宋婉，我先拜请，有咩假讲呢？我嘛唔知啊，唔知景佑到底是看了什么，才会假讲呢？我先，快点安好手，你快手，快手。没假没假，我的，无咱会当欺负你。当今女兵啊，你当放心啦。多谢你，多谢你。金玉，你想怎？不是逃了进来？金玉，立刻，有车要来啊！立刻！我想到啊。金银金玉冇发生过咁快状况，敢那嘛是因为红火山。是红火山，先到上位行者。刚刚只要失去记忆内底，甲这红色火山有甚无好牵连？难当的，南湖林已经无代志啊，只好金玉小小困者都会当啊。那我什么代志？我先离开啊！多谢。你先陪阮送上回家。说完，把王医师、夏医师等去厝，帮上看卖来。来，你敢不是陈忠信的细汉的？伊哪会伫遮出现？我有踮咧电梯内面加一挂电竞剂啊，安尼当帮助吴小姐啊缓和伊的情绪。我拄则听信贤讲，真够正经。
嘛有同款的状况。伊一挂人小雨伞，都无法度控制家己。敢讲，伫伊失去的记忆内底，红色的雨伞代表甚无好的代志？安怎？你是因为食过陈文瑶伤侪滚头母啊，所以想讲，若是甲静瑶留电话遮，你也会较方便来看伊。我相信亲家，你应该嘛无希望陈文瑶有借口甲静瑶带走对吧？我确实是无打算去骗陈文瑶啦。虽然静瑶这五年来受到伊真好的照顾，也无病情煞一点仔进步拢无。我想可能是因为伊知影伤侪，静瑶过去受到的创伤，再设一个保护罩给伊，想要甲伊当作是温室里的花蕊来饲。不过静瑶早晚会走出这舒适圈，伊袂当无一点仔抵抗啦。所以亲家，你想要安怎做？看高才命，伊当作的表情绝对毋那是单纯的关心一个朋友尔。我想，伊可能是知影啥。静姐，我相信不管你打算要安怎做，对静玉拢是上好的安排。毕竟静玉，和你个前母收做客查某囝，和你安尼真心对待，我真替伊欢喜。伊总算有实际上，不是平日上亲人啊。别叫是讲一挂好听的话，我都会相信。这甲恁哥这两个工友烧出来，袂是同款的回响。我甲阮哥的状况确实是无同的。阮哥是大囝，伊有继承家业的压力，啊，不过我无。我是真心对待静玉，我想要花保护静玉。那呢？甲廖孟子的婚约呢？其实我是有考量的，我甲廖孟子订婚，我两人只是互相的利用。我答应我妈甲伊婚约，拢是为着要摕到期待信，叫阮爸。想要甲你甲我讲，你要娶李孟子的真正原因。种代志若是传出去，会拍歹恁母家的名声。我着要清楚，你支持我甲静玉做伙，我无其他选择。若是恁妈是我的查某囝，恁妈会安尼做的用意真明显，就是安尼去争取母家继承人的位置啊。不过是恁甲恁妈。只是表面上的和谐，这贼拢已塞到门外口啊！信台搁放我外外无关的话门，只剩伊那是啰嗦啊！是民店里不干，敢袂当趁我下手啊？亲家，静玉嘛是你的查某囝，我是唔知影你对静玉的感情偌尔深，啊不过，不管是我还是阮哥摕到继承权。对亲家来讲，手心手薄拢是肉，敢毋是？所以你是选择放弃，还是争取？不管安怎，我拢会以静玉的未来为重。静玉出现伫我生命当中，确实是影响着阮妈原本的计划。原本我已经打算要为着静玉放弃这个计划，甚至是我的身份。想要到帅英为阮哥，伊坚持要家己的财产信托给王依林，因为安尼发生变化。即马阮爸有迄个意思要甲武圣集团交予我，即马是我原本想袂到的。你讲，你爸为着金玉，想过要放弃身份甲地位？我讲的拢是真实的。亲家，我知影因为阮家的代志，造成您真大困扰。你愿意将你这心头话甲我讲，我嘛袂怪你啦。事实上是心态这几年来嘛伤过消极啦，啥物代志拢放我，
一点仔企图心拢无，嘛不怪恁爸对伊操心。我相信亲家，你拄才无看到，靖宇有安尼意乱话，除了陈文瑶以外，我是唯一会当可以完全放心、完全信任的人。跟我无得失去伊，其实我甲伊，想拢无得离开啥。免你给我提醒啊！你要安怎尽此计是另外不管，我干那要紧，安怎保全我两个查某囝？也不过即马看来，心的受伤，这是难免的。你敢知影？人生当中有真多道理。我捌甲一个种花开讲过，我问伊，现在伊种的玫瑰花会特别水。伊甲我讲，一定爱聆听，去无存精。将即个当来开花，暗个无健康的花苞烂掉，将养分拢集中，互遐健康要开的玫瑰花，安尼开起来，才会水个大蕊。为着要保护今后未来，即马了王子伫我眼内，都是爱无健康的花苞，都我来做歹人，替你甲了王子堵掉。这个红蛇来偷你妈嘴，啊！后边发展，都看天意，顺风西北，你管怎？亲家，你愿意做出这款决定，我真正是佩服你的。啊，不过你安尼做，最后就有可能伤害到大嫂利益的。你的讲话。是心态有把生命放在心内才有尊重。不过，那个王玉玲一出现，伊就啥物拢唔管的感谢。我敢会当，搁将希望放在伊的心上？敢会当唔忙，伊会当好好对待我的生命甲经验？所以。素无健康的花苞，独成功的心痛，早晚拢会分掉。我真感谢你愿意转来支持我跟靖宇两个人做伙。不过你也想清楚，毕竟靖宇只是你的客某囝，我是惊讲你以后一定会后悔。我绝对袂后悔。我到底想跟你讲，我现在要来做。其实，真正的原因就是，静瑶是我亲生查某囝。这边哪有可能啊？这是我做的亲子鉴定。确实，就是我失踪三十几年的亲生查某囝，我嘛是无一定发现的。都开始怀疑，经过探听、调查才找到线索，最后做这 DNA 的鉴定才确定的。啊，不过既然你已经确定静玉姓氏啊，现在你无去规气介绍哩，等到是你做客查某囝。这里都唔免问安尼多啊，我有我的顾虑啦。等我甲静瑶拢准备好啊，我自然会让静瑶真惬意啊，等来办家里做贵重。即马这件代志，干那我甲恁亲母知影尔。我希望你能替阮保守秘密，安尼嘛等于是在保护静瑶。上无是卖让静瑶伊生活有上大的担当。我了解啊，多谢亲家对我的信任。为着今后，要变怎做，我拢听你的。